平燕老师好，你唱的好美哦！你把这首歌，你把这首歌唱得很美很美很美耶，你这么小的年纪可以唱看戏的人都没有，看戏的人都没有的那个顿点跟那个画面感可以呈现出来，已经非常厉害了。陈明章老师是一个人生阅历很丰富的人，他写这样的歌有他的道理。结果我刚才一听，我说我起鸡皮疙瘩，就是真的是很感动。我相信你未来不管每一首歌你能不能是不是人生真的有经历过像那一首歌要有的那些层次，但是我觉得你是就可以去深入了解那条歌的感情的人。天色渐渐暗落来，无魂离世安倒来，一个山天的雾，山内落着一阵的闷闷啊雨。歌也是一样没毛病，水就是美声，而且呢，有当下用低音来个卡到关，卖用硬撑硬劲的真声来唱，这是对的。你要用低音来度过你的变声期，有当下用低音装饰一下，让它过去，一样整首歌会很好听。你今天展现了这样的功力，但是今天讲的是初恋的主题，初恋你无，你没有。所以整首歌只能讲你顺顺的唱下来而已，可是感情面我们感受不到那个画面。其实唱歌外面你是可以营造的，平燕你绝对有那个能力。我心安一半，咱的缘分天注定，不通大声细声讲话着爱听，听无的人才会好命。不管柴米油盐，也煮饭洗衫，为着你我拢甘愿。假使会人对我真心袂变卦，我一生决定跟你走。有一天，咱的
因为七老八十离你真的太远了，就是你年纪还很小，阿德老师可能就比较有感觉。然后就是你唱这样的歌的一个情绪，你的对象就是要有一个对象。那你现在感觉是你很完美的把这首歌唱完。那另外提醒你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就是你唱到一些鼻音的时候，比方说嗯或嗯。当有没有，或者是宽，你太早到鼻音了，你了解我意思啊？撸来撸当，应该是到最后收的时候才回到鼻音，那你太早就当就嗯在那边等。这个给你一个小小建议。记头你雨衣掉给老老的布，点头叫一块花布，牵阮看海归路，三五次变为袂停。从头到尾啊，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画面，那个画面是言语无法度去形容的，咱的话语无法度讲出一种心内上深的感觉。但是你唱出来的歌声，既然有法度画出迄个感觉，那是天分。你真正是足有天分的囡仔，很棒的孩子。
你给我们很整首的、很完整的画面了、啊、因为这个歌真的唱得很到位，很不错啊、哦。这个是写给阿妈的歌嘛，对不对？啊、哦，我觉得你整个表现得非常好，而且你对于歌曲的音乐的诠释的能力，我觉得是相当好的。最后那一句那个“嘿咻情文的牵挂”，那个地方的慢下来的时候，那个再进来的 timing 犹豫了一下下。哦、但其他的地方我都觉得这首歌唱得非常好，谢谢老师。自己听了，我就觉得很容易把人家带进去，我觉得很好。你自己有你自己唱歌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你最有魅力的地方是你的高音啊！我认为你最有魅力的地方是你的态度，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那叫勇敢。虽然有瑕疵，那是一定的。连原唱唱这首歌都可能唱不到他原来的功力。更何况你是一个年纪这么小的孩子，所以我要鼓励你，明知不可为之是很棒的一个态度。那你今天也没有差哦，当然有一些音准上的差池，尤其第一句出来有点可惜，但是你后面唱得很棒，那都超越你的能力。